Why?每次都搞忘记了，之前。等我修的快完了，我一看，我靠，一点都没拍上去。你后期还要剪辑啊？对，还要剪。有不需要的那些画面就不要了。你这边这个，这边这几个指甲，这个指甲坏的最厉害一点啊。嗯。基本上这边都已经空完了。就这种指甲，你多修一修，然后搞点药涂一涂，它也会好。
他这个指甲是盖子上面，他喜欢骑是那个白色的哦，那个就是那个真菌。真菌。嗯，你看你这指甲这边上它都脱皮，对，是这个。你家买废指甲是钥匙是买哪一种啊？嗯，等一下我跟你说吧，哪种？像这种小的，你就要先刷，刷那种指甲的那种。刷。嗯，刷了之后，这个指甲它坏的它自己就脱落了，然后你就滴那个杀菌的，就两种药就可以了。像你这个指甲，有的严重一点的，差不多要用四种药嘞。你这个两种的就可以了，因为你这个才说实话才刚刚起步。还没有到达那种，我还不一直学个的，我都写个的。你几个四号人？我也没在，没在现在。炒菜菜，嗯，那个是，这平台我都搞了嘛。哦。我出来打工了，我家里人不想搞，就留了一个新生，其他的三个什么平台都关掉了。那最开始那个什么诚心就弄钱。嗯，对。那投资真的是傻逼，投那么多钱垮掉了。他们讲投资了十几个亿，那怎么不搞了哦？滴滴的还是滴滴旗下的？不是，那怎么搞呢？他投资那么多，怎么不搞了？我靠，真的想不通。垮掉了呗。可能他们什么下面的人，这些人做事的可能给他把钱给他搞去了。我记得我们那个单行在那等。每天都弄那几百刷单啊，哦，对，东西都不要钱，他妈刷个这东西的，说死的刷，一天到货的就百上千件，嗯，团长复刷，有个专门刷单群，后面就是河马，也是，就是那个淘菜菜，以前叫河马。石灰团也垮掉了吗？嗯，对。嗯，我们都搞了。现在也就剩一个。就剩这四个。美团。美团啊。拼多多。淘汰啊，拼多多啊。还有个新生啊，新生是老的，那一直都有。新生是这个老大的，每桌子，只是他东西好一点，贵一点。
新生的东西贵，贵，然后它下面的那些，东西好，对，东西好，还有它门店的那种就是佣金高一些。嗯，佣金高，但是它没有现在佣金太低了都。对，你那个拼多多的佣金呢，美团的佣金都很低。美团拼多多它是要达成任务了。对，要刷单了，就是要人家帮你买的。对，完成人头啊，跟金额啊。是的。我那时候就是刷着单，那些东西都送给那些买东西的。不痛吧？啊，不痛啊。有点痒是吧？嗯，有点。这修一下，还是漂亮的，干干净净的。